记得我们四月的时候赢了我们的校际冠军吗？红棉，去！哎呀，唱歌，来唱歌！红棉，完了，去！然后我们过后又再赢了我们的西海岸冠军。哇！三十来 ，last ball， 压死，继续，哇塞！下一个阶段就是全州赛的热期的时候，七月十一到十四号，然后就撞到我们的 Dance Delight。不过看起来我是没有得选啦，因为。Dance Delight 很早就定下那个日期了，所以这个带两个西海岸队去打泉州的目标，看来是要让给别人了。可能你打进泉州了，然后没有得去。不要再讲了。你在 Dance Delight 跳多少次啊？他在 Dance Delight 有表演六到七支舞、哦。人家一定很好奇你的选择的嘛，一个是泉州赛哦，一个是 Dance Delight 哦。你讲选呐、啊？跳舞准备了一年嘛，然后自己有那个责任要带小孩子，所以我只能够抛弃我的队友。很感动。不过我们的建国球队有更刺激的消息哦，就是我们明年甄选男子走剩三个，女生走剩两个，从头来过。这个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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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新的，这个留下，这个留下，这个走，新新新，这个留下，这个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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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
每一年 Dance Day 之前的两三个星期我们都很忙的，忙卖票啦，编舞啦，服装准备啦，这种东西全部都不可以 last minute 的。给你看一下去年其中一个小 part， 我就放阿富给你啦，因为阿富跟 Tatiana 去年是我们跳最后一次了。阿富今天早上飞去台北，他以后就在台北生活，然后在那边工作了。All the best, 阿富。